果陀剧场的最新力作商业斗志喜剧《抢钱的世界》即将于七月在上海、北京进行首度内地巡演。5月13日，该剧主演赵树海、屈中恒也是来到上海为这部新剧站台宣传。以名歌手出道、横跨影视主持界的赵树海堪称台湾电视圈的常青树。此次时隔34年再登话剧舞台，赵树海显得很是兴奋，更是在现场做了即兴演出。我们在打个仗，表现我们的态度。打一个假尾巴逃到这儿，假尾巴逃，从罗德岛逃到德拉维州啊，这没人夹的尾巴。我觉得他就是夹的尾巴逃啊。我们在罗德岛开业，在这儿成长风光，就该留在罗德岛州。最近赵树海的儿子赵又廷因一部《致青春》又再次收获了超高人气，除了电影票房突破了6亿大关，赵又廷的演技也得到了众多影迷的认可。而赵爸爸此次来沪本也打算去电影院支持儿子的新作，可惜却未能如愿。我昨儿个就没买着这个《致青春》的这个电影票，因为昨儿周日，所以根本没办法。那我本来想说，哎，台湾都没有上映，我要能到这儿来看，也是一个感觉很棒，因为我到他内地去，赶到那儿去看我儿子的戏，而且明儿就走了，也没有时间看。我想，我还是要等台湾上映的时候，我就再来看这部戏。从《痞子英雄》到《搜索》，再到如今的这部《致青春》，短短3年的时间，赵又廷的演技就有了长足的进步，而这也让一向严肃的赵爸爸在面对媒体时，也公开表达了对儿子的赞赏。而他能表达的这么好，又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，学的又不是这一行，我觉得。就是这种感觉了，就是我很高兴，我很荣幸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也觉得很骄傲。也许3年前我不敢讲，但是我今天觉得说，我觉得我可以讲。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成功，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不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又廷与高圆圆这对高调的姐弟恋自年初就频频传出婚讯，见家长一起出游，看似赵又廷的家人已完全接受了这位准儿媳。采访当中，赵爸爸坦言自己并不会插手儿子的恋情，而面对媒体有关两人婚讯的一再打探，赵爸爸的回应更是直截了当。所以他喜欢你情我愿，我能怎么样呢？而且我告诉各位，皮球越用力拍弹越高，就这么一回事。本来不是一对好的佳偶，已经说他们俩非要在一块不可。本来是一对好的佳偶，你们大家都说他们非拆开不可，拆开的是你们，逼他们在一块的是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是，自由真的是自由，爱干嘛干嘛，因为未来的生活是他的。不是希望他带高圆圆去看这部剧吗？希望，我还希望高圆圆自个儿来看我们这部戏，怎么样？行吧。圆圆，咱们北京见。